吃饭了，今天做的肘子鸡腿，先给儿子拿一个他超级爱吃的鸡腿炸的，超有食欲，吃吧。我先来一个肘子皮，肘子皮，我问你啊，炸的，自己炸的，皮，叔叔阿姨，能不能给我点点红心？谢谢大家。后面呢，不给他吃，他要减肥，嫌自己太胖。大口吃，用。好吃吧？炸的鸡腿香吗？对。